狮子狩猎斑马，看看母狮居高临下发现猎物。这是一只落单的斑马，嘴中的鳄鱼啊早已等候多时啊。干得遍体鳞伤啊，刚一上岸又被狮子紧紧地盯上。狮子呀，杀伤力比鳄鱼还要强大，已经潜伏多时啊。随时准备出击。突然袭击。斑马呀，黑白两道啊，前踢后踹，这是练腿上活的。这只狮子已经受伤了，踢得漂亮，直接把狮子踢飞啊。这小暴脾气啊，斑马呀绝对不是好对付的。至今为止，斑马呀没有被人类驯服啊，说明这个野性十足啊。身上的条纹和人的指纹一样啊，没有完全两头是相同的。母亲斑马前来救援，看一看能不能成功啊。营救成功啊，狮子狩猎失败。猎狗大战狮子，非洲猎狗啊，看看轻松的攻击母狮，但是这个雄狮啊很难对付。今天的视频呢相当好看，狮群和猎狗群之间的斗争，非洲二哥啊，非洲草原上排行老二，绝对有一号啊。他们一旦遇到落单的狮子呀，绝对是痛下杀手，绝对不会手下留情啊，见面就是干。成群的猎狗啊经常抢狮子的食物，仗着数量强大经常反杀狮子啊。二哥的生命力啊相当强大，也是草原上纲常科主任的，非常擅长于掏纲。专门攻击对方的屁股。看看这个攻击性多么强，狮子王啊还是威风的啊。
暴脾气。看这样，这个岁数不小了，满脸的沧桑啊。现在狮子开始反杀猎狗，找到了猎狗的巢穴啊，连窝端。今天终于报仇了，看看这个狮子王啊，一口一个呀，干得潇洒漂亮。直接一个千空翻啊，拿下一只小猎狗，狮王反杀成功。狮子大战水牛，看看小狮子刚刚出生不久啊，现在很危险，水牛可以用蹄子啊轻松的踩死小狮子。现在小狮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，根本没把水牛放在眼里啊。看看这是一只雄性的大水牛啊，水牛角啊很锋利。水牛终于有报仇的机会了，发现小狮子他们绝对不会放过。轻松的踩死小狮子，这个母狮啊非常的悲痛，看见小狮子的尸体肯定会报仇的啊。狮子的报复心理很强，但是成群的水牛啊也很难对付。狮子王也闪亮登场了，开始行动啊。水牛啊在吃草动物当中是比较齐心的，经常会反杀狮子。看看直接把汽车都撞了。水牛啊是狮子的主要食物啊，现在水牛群反杀回来了，准备营救同伴。看看轻松的把狮子挑起来，漂亮。这场战争啊水牛胜利。科莫多龙狩猎非洲水牛，看看这个皮糙肉厚啊，满嘴的毒液，相当的恐怖啊。这速度有点缓慢啊，但是攻击起来速度是非常快的，瞬间的咬住水牛的后腿啊。
这种远古神兽啊，非常的可怕。他们狩猎啊非常简单，就是潜伏起来，等猎物经过的时候啊突然袭击。一旦被它咬住啊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毒性发作。他们吃东西就是整个吞下去啊，生吞呢。水牛已经中毒了啊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倒下。看看这个爪子，尾巴呀，也是它的主要攻击武器啊。加速度啊！他们也会上树狩猎猴子。轻松的拿下一只猴子。吃猴子基本上就是整个吞下去了，除了兽毛以外啊，其他的全部都能消化，非常擅长于吃腐烂的食物啊。看着真是恐怖啊。看看老铁们，整个把猴子吞下去了啊！非常可怕的科莫多龙啊，老铁们。